Hello，全球线上的所有的伙伴们，大家现在好，非常开心，今天又一次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呢，已经是农历25了，再过几天呢，就是我们中国最隆重的一个春节了。那所以在这里呢，我首先先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吉祥如意、心想事成，最重要的要扭转乾坤。那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实战这个分享家的这个论坛上面，这个培训课程上面。那今天呢，我很荣幸受到我们十几位钻石的这个邀请，再一次跟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那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选择创业平台的五大标准。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平台。那为什么我们要借助平台的力量呢？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个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把我们每一个人当成一滴水，那么如果要想让这水呢，这滴水不会干掉，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进湖里或者海里。那这个湖跟海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平台。所以，既然平台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重要，那我们选择平台就更加要小心了。外面很多很多平台让我们眼花缭乱。中国有句古话说："女怕嫁错郎，郎怕入错行。"那在这么多平台面前，那如果我们没有一双智慧的双眼去选择的话，可能呢会让很多人吃上一种药，叫做后悔药。所以非常感谢今天在线上能够收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因为听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听完这个讲座之后呢，就会送给你们一双智慧的双眼，去选择哪个平台是最适合你的。这相当于一个照妖镜，这个网络平台的照妖镜。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来做笔记，把它记下来。然后以后呢，你出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底气十足，才能激情满满，是这样子。那现在我打开 PPT 跟大家共享。好。那在我开始分享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张图哈。相信大家对这张图呢，有的人很熟悉，有的人也很陌生。这张图呢，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收入，对吧？那收入呢，是来自于四种人。第一种呢，就是上班族 （employee） 的，无论你上班做什么，只要你拿着固定的年薪、固定的小时工资，都是属于这个。那这一类人呢，拥有全世界占领了60%的人口。那第二种呢，有的人说我不愿意为老板打工，我不愿意为老板实现梦想，我要为自己，那为自己工作。所以这时候呢，又有很多自雇的这个行业叫 self-employed，这个在我们北美是特别特别流行的。所以很多人呢，开始自己出来开家庭诊所啦，开律师事务所啦，开会计师事务所啦，开美容院啦，这样子都叫只要为自己打工的都叫做 self-employed。那这一人也占领了全世界30%的人口。那第三组人呢，就是企业家叫 business owner。Business owner 呢，就是系统，它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创富系统，这个系统呢能够为他工作。很可惜，这一类人呢只拥有5%的人口。那第四组人呢，就是叫投资者 investor 呢，这时候不仅仅是系统为他工作了，还金钱为他工作，钱来生钱。各位大家看一下这四种人里头，左边的这两种人口呢，占了90%，而右边只占了10%。只有这张图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想实现有钱有闲的人生，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从左边跳到右边去，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为左边的收入呢，都属于主动收入。主动收入呢，就是有做有钱，没做就没钱。就像我过去做房地产经纪，我就是属于 self-employed，自己雇佣自己，然后呢卖房子，
这个就是，然后我一离开多伦多，我的收入就停止了，我一出去旅游收入也就停止了。那如果能够到右边去，系统为我们工作的话，我们一边旅游，一边出差，一边去外面周游世界，一边还有系统为我们创造收入。所以大家看到这张图以后，就可以确定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在哪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张图拍照下来，啊，告诉自己，我今后我的努力方向在哪里？只要你的努力方向在改变，你的因就在改变，后面你的果也是在改变。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如何从左边到右边呢？大家看到这个完以后，都肯定都是很激动哈，都希望能够从左边到右边。那一种方法呢，就是造船过河，啊，就是这个船呢，就是系统的意思，为系统为我们啊工作。系统造船过河呢，就是要高投资高风险，好，回报多少还不知道，特别是去年以来遭遇的这个全球啊灾难性的这个疫情之后，大家想想看，多少传统企业宣告破产，多少奢侈品牌宣告破产，多少航空公司宣告破产，真的是非常非常遗憾哈。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最做的最经常的。一个飞机叫海南航空，真的在这疫情之间也不幸宣告破产。所以呢，自己造船的话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的。那第二种方法呢，我们就可以借船过河，借好，你不要自己造一艘船，这借这艘船买一张船票就可以啊到成功的彼岸。那这个是属于轻资产、零风险、高回报、大市场。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方式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借船，我们没有必要去承受这么高的风险，对吧？那选择对的平台和系统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缩短我们成功的历程，提升我们人生的价值。你要选择对的平台和系统，可以缩短成功的历程。你看，正常情况下，我们要通过30年到50年才可以赚到钱。如果在一个对的平台系统里头，只要3到5年的时间，而且呢，我已经啊，我们平台的很多很多钻石哈、啊，双钻石、三钻啊，还有我们的红宝绿袍哈、啊，都已经用事实验证了这一点，可以提升人生的价值，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梦想，创造长久的、持续性的管道收入。各位，管道收入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问我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跟对方调侃，我说我是管道工程师，然后对方就很惊讶，他说啊，那管道工程师基本上都是男士啊，你怎么女士也做管道工程师呢？我说我只修一种管道，叫做财富管道。然后就开始进入主题，就可以聊这些。因为很多人真的一辈子里头，他的脑袋瓜思维没有这四个字，知道吗？没有管道收入，这样子呢，马上就可以开始聊天了。这样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安全感，特别是整整一年禁足在家啊，我们每一周都会收到啊公司给我们的奖金，是不是减少我们的忧虑感，让我们离开患得患失的人生？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成功的法则是什么呢？是选择做正确的事，然后再正确的做事。选择比努力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哈。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哈，是马云讲的啊。马云大家也都知道哈，他的成功故事不需要我再讲了。首先先做正确的，先选择做正确的事，然后再正确的做事。那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平台，我们该做如何选择？那今天呢，就带给大家这个五种标准。这五种标准呢，就像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一样，缺一不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标准决定企业的发展前景，是在朝阳行业呢，还是在夕阳产业？趋势很重要哦。大家都听过柯达的故事，也听过诺基亚的故事，对吧？如果没有符合趋势的话，产品再好再优质，没有用了，没有市场了，照样会宣告破产。第二个标准就是产品，因为产品是企业的灵魂，决定企业的稳定程度。第三个标准就是分红啊，我们跟这个公司之间的分红机制是怎么样？
决定企业的健康程度。为什么呢？因为分红决定我们的动力，我们动力越好，企业就 越健康，团队也就越健康。第四个标准，决定实力，决定企业的信任程度。因为实力强的企业一定很守信用，啊，没有实力的靠某一波，啊，就想赚一笔就走了，那我们就是面临被割韭菜的风险。啊，这一年多来，太多太多的人被外面各种各样的平台割了韭菜，那后面呢，就跟我说，哇，我实在是后悔，怎么样怎么样，那没办法，因为可能他之前没听过这堂课哈。第五个标准就是文化，决定企业的长久程度，因为文化是企业的心脏，如果心脏不跳了，那我们人也就离开这个人世了。企业的如果心脏不跳了，也就没有办法注定长久，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呢，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平台，好，无论是谁介绍给你，你都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不要说因为谁谁谁去了某个平台，你就跟着他走，又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有自己。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我们自己的人生是自己负责的，我们的人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复制，好，没有相同的人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为我们自己的一生负责。所以学会独立思考，学会用我们的智慧去思考，派上这个五个标准。这五个标准呢，就相当于是这个行业网络行销行业的照妖镜，五种缺一不可啊。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那么你做的要么赚不到钱，要么不会长久，各种各样的问题会产生。所以呢，我用这套方法，任何平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用这个方法来做比较，好，很快就可以得到答案。有的可以打勾，有的是打叉的，有勾有叉，那就做得很辛苦。但是如果说，好，一个平台呢，到我们面前，这五个都是打勾的，好，恭喜你。很可惜，现在在市面上，大部分的平台都很难达到五个方面全部打勾的平台。那我们现在来详细了解一下趋势到底要是什么。第一，一定要符合大健康抗衰老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呢，过去我们觉得，哎呀，人老了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去想更深度的东西。但是呢，现在各种各样的污染会让我们人类衰老的特别厉害。衰老的过程当中，如果仅仅是脸上长几根皱纹，或者长一些老人斑，没有关系，不痛不痒。但是最要命的就是，现在衰老就是一种疾病，因为随着这些疾病产生，我们去医院的路上呢，去医院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啊，想要过我们高品质的人生。所以今天要选择一个平台，你看它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是不是大健康抗衰老这个行业。在追求健康的路上，如果通过分享顺便就把财富和自由赚到，一举三得，何乐不为呢？对吧？这也是我当时从房地产经济 转行到这个行业的最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做房地产确实也很赚钱，但是呢，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把身体给透支掉了，这真的是得不偿失。那最终如果命没了，钱赚到又有什么意思呢？对吧？所以这是我最感觉自己当初最智慧的一个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商和分享经济。消费商跟传统的直销商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直销商每一个月都有业绩的要求，每一个月要卖很多货，要完成业绩，要囤货，要送货，要卖货，把直销商搞得非常的辛苦。但是呢，现在好，未来呢，我们要经营的平台一定只要消费，就是通过分享，好，通过传递信息就可以赚钱。传递什么呢？传递一个有用的信息，好，正确的信息给刚好有需求的人，就可以获得成功。这就是传递信息就可以赚钱。所有的信息全部都在一部手机上完成，不需要送货、囤货、卖货，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传递信息就可以赚钱。第三呢，就是倍增啊，在这个行业里头，大家当然能够接受这个行业的，肯定都喜欢它的倍增学。但是在倍增的过程当中，要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大数据平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第四个呢，就是资源共享。好，这资源共享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整合和资源共享，因为资源整合、资源共享的话，我们有的人可能能力一般般，但是呢就可以整合到能力强的人；有的人人脉可能没有几个，但是呢在这个分享经济里头呢，他就可以跟人脉多的人整合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平台力量就是让我们借力使力，少费力，让我们每一个从普通人好变成一个值钱的人，就是因为这四个这个优势。所以呢，我们选对平台要看这个四个方面。今天有人跟你展现一个平台，你看它有没有符合这四种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产品。产品是企业的灵魂，这灵魂就像我们人的灵魂一样，灵魂如果不正常的话，那人就是疯子，对吧？那如果公司的产品如果不正常的话，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一，要看它的是否有效，这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很多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我们不能说人家不好，但是呢，要想达到多大的效果呢？真的是很多人吃了几十年，觉得都差不多。但是现在随着高科技、高生物科技的发展，这个有效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心浮躁啊，都希望能够快速看到效果，至少1个月之内可以看到效果。哎，有效性。我当时就是因为我根本没想经营这个事业，就是因为产品有效，自己会说话，才让我进入了这个行业啊，重新来经营这个事业。本来我说这辈子都不会进入这个行业，所以产品的有效性有多重要？有效的同时呢，还是安全。但是如果这产品很有效，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重金属，不知道用莫名的成分啊，不知名的成分给我们，我们也不敢用，对不对？所以安全有效要加安全，仅仅有效不安全不要用，啊，仅仅安全又没有效果也不要用，为什么？怎么用都是一个样。第二，这产品有没有垄断性？这产品是市面上哪一家平台都可以买得到的，还是说就一个平台独断专有的？这很重要，独断专有了，它就有它的定价权。但是很多平台现在不把各种各样的产品放到它平台上去卖，那这样子呢，会造成价格战争。为什么？都是同样的平台，比如说这个平台也卖雅诗兰黛，那个平台也卖雅诗兰黛，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是打价格战的时候，大家都没钱赚，最终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所以这垄断性和专利性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呢？要看它市场的占有性。那世界上确实好产品也很多，方方面面的都有，但我们要看市场占有性。就像有很多人，也有人跟我推荐他的内衣有多好多好多好，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这产品真的很好，我远远没有问题向你买，但是呢去经营它就没多大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男人一半，因为他只做女性内衣嘛。我说这世界上70亿人口，男人一半，女人一半，你这个产品只适合做女人的，已经去掉了35亿的市场。好，35亿市场里头，好十几岁之前的跟60几岁之后的，又去掉了一半的市场，那还做什么呢？然后在这中间里头，还要超级爱美的，超级对自己体型啊特别苛求的，然后才会还要忍受得住这种媒体内衣带来的这种束缚感。那这市场少之又少，再怎么赚钱都是屈指可数的。所以市场的占有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最好的占有性就是0岁到100岁，男女老幼通通每一个人都适合，那这市场量就非常大。这有这样的市场量，每家每户都需要，对不对？就看他认不认可。那有这样的市场大的时候，那我们开发市场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呢？那第四个还要简单。因为传统直销很多产品太复杂，你稍微讲一下，哇，这产品几百种、上千种啊！你稍微讲一下，哎，我肝不舒服该吃什么，他就给你调好，给你配的十几二十瓶产品，你有办法吃吗？这就为什么我过去不喜欢吃保健品的原因，一吃就是一大把一大把，太复杂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一定要简单啊。细胞优化很简单，对吧？然后呢，又是重复消费，我今天吃的，明天还吃，明天吃的，后天还吃，重复消费性才能保证我们后面有源源不断的市场收入。这是第二个，所以要选产品呢，就从这四个方面来选择。第三呢，个标准呢，就是分红。好，我们要不要去分享？
大家都知道，像我们手上每个人，大家手上用的这个苹果手机也符合刚才的这几个特点，但是呢，它没有分红，我们就没有必要啊去帮他做分享，对不对？这是我们经营的一个动力。那分红我们要看什么呢？啊，边际奖金拨出率至少要大于50%。那很遗憾的告诉大家哈，现在很多很多平台哈，特别是非常传统的这些直销平台，真的它很难高过50%的奖金拨出率。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待就是20年、30年，但实际上真的赚不到钱了。我们至少要跟老板五五分成，这是至少的。当然有的我们实际上，啊，我所在的这家公司，我们所在的这几十平台实际上是超过60%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没有业绩要求了。我这个人是最怕有业绩要求的。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讲，哦，你这每个月完成多少业绩才能怎么样？我说那我绝对不干。啊，现在很多人都很害怕有业绩的要求，因为拿说人生有高高低低。我认识一个菲律宾的女士，她之前做一家全球应该之前是全球第一名的啊直销公司，然后她回到菲律宾结婚。好，结完婚回来，发现他的业绩全部从零开始啊，他的工作从零开始，所以他也是非常的难过啊，没有业绩要求的啊，我们才要去那个去做，然后不要囤货，没有囤货就没有风险。第三，一定要诚信，诚信是非常重要。然后中国有句古话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好，所有的这些啊，道。好，拿到就是说道路嘛，这个人做事情有没有道，都是来自于信，信就是守信守时，这很重要。如果公司经常改变制度，经常跟你说，哎呀，现在资金紧张，我下个礼拜再发奖金给大家，下个月再发奖金给大家，啊，大家就要小心了啊，守信守时，这很重要。所以呢，我真的很感恩自己当初的选择啊，即使现在在疫情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星期能够推迟一天收到公司的奖金，所以这守信守时很重要。第四个呢，就看格局，格局就是全球业绩要共享，好，无条件的共享，不像很多公司，他们也说全球业绩共享，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共享。那至于什么条件啊，又给你列出了各种各样的条件，那些条件基本上普通人都很难达成的。这就是他的格局。第五个就想看他慷不慷慨，积分远远不归零。只要我们在使用他的产品的这个基础上，很多公司产品好一那个完以后，一拿一个奖金积分就归零，一拿一下奖金积分就归零。所以呢，很多人看了以后也是很心疼的。那积分真的不能归零哈，归零完以后，我相信任何人都会有心疼的感觉。那我们也很幸运哈，我们选择的这个平台积分不没有归零。好，那第四呢，就是实力，这实力很重要，因为实力是我们的根基。一棵树长得好不好，就看它根长得好不好。那第一要看他有没有顶尖的科研博士团队，有没有自己专属的科研博士团队，还是说去找别人代加工、代生产的？啊，根本不知道研发人是谁，什么样的背景，所以大家吃这个产品真的要小心。好，第二有没有自己的大数据的服务器，还是租用别人的服务器，这也是很重要的。啊，第三呢，全球布局。啊，全球布局呢，就说明这家公司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啊，在杰斯里头，我去过公司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分公司的布局，哇，真的都是超豪华的，非常的，一看那个就是非常上档次的。特别是去日本，哇，日本那个分公司哈，就在那个市政府的这个旁边，是全东京最贵的一个地段，哇，里面真的装修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高大上，全球布局，这是他实力的一个显现哈。老板舍得花钱。第四，抗风险能力，这是最重要的，抗风险能力。就像一栋房子，你不要看它装修的有多好，有多漂亮，有多合你的审美观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当飓风来的时候、台风来的时候或者地震来的时候，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安然无恙？这是最重要的。多少企业？啊，不断的层出不穷，但是呢，经历过一次飓风之后，
很快就宣告破产。所以为什么这样真的能选择到一个对的平台、好的平台，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行业里头，多少人吃过这个亏？我认识一个很顶尖的一个经销商，他就告诉我说，是老外哈，他说以前啊，他接触了那个平台啊，他还在外面意气风发跟人家讲这个平台多好，怎么样怎么样，正准备签单，回来的路上接到一个电话，说公司宣布关门。所以这抗风险能力有多重要，所以这个真的我们要擦亮眼睛哈，但是呢，这个要需要时间来证明抗风险的能力。那第五呢？就是文化啊，文化是企业的一个心脏啊，这个决定我们企业能不能走得长久啊。第一要看老板成立企业的初衷，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很多人，有的人可能是借钱成立这个企业，他是为了企业在这企业里头捞一把就走。如果是那样子的初衷的话，真的就很可怕，那企业就注定不会长久。但是呢，杰斯建立企业呢，真的是因为老板自己已经赚到了几千万、上亿美元，然后出来希望能够帮助普通人能够实现梦想的机会啊。第二就是对经销商的培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对经销商的这种培养，很多企业呢只是把经销商当了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是不仅仅说某一个平台能赚到钱，是外面很多平台都能赚到钱。很多平台哈可以赚到钱，但是呢，只不过把经销商当成一个赚钱机器，而不是把经销商当人才来培养，而不会聘请全球最顶尖的、最知名的这些大师来对经销商进行培养。这个因为要花很多很多钱呐，很少很少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很幸运，我们就拥有这样的福气哈。可以得到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些人士的成功大师的这个培养哈。第三呢，给有梦想的普通人实现梦想的机会啊，是为了帮助好。第四就是慈善事业的深度和广度。为什么？那说有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说我们赚的钱，从社会上赚的钱，也要回到这个社会上面去啊。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就是这样子。就是说。看慈善事业，好，我们做的真正的用心是什么？好，做这个慈善事业的深度和广度，就可以看出一个平台、一个企业的文化是什么，这是很重要。也企业要想长长久久，必须要有很好的文化，而且呢，这个文化呢要感动人心。然后这文化的初衷，如果把爱是为了传播爱，那得到的一定是爱；为了如果是为了传播福气，回来的也是福气。这也是因果，这很是重要的。如果有的企业领导人就想进来捞一把，这企业一定注定不会长久，或者说进来就是为了割一些人的韭菜。这种平台太多太多了，专门为了割韭菜成立的平台。但是呢，很多人真的是选错平台的话，失去太多太多东西了，所以一定要注意。那我们呢，很幸运的选择了杰斯。杰斯多年的事实证明呢，杰斯就是同时集五大标准于一身的好平台。大家把刚才那个五大标准自己去认真去看一下，是不是每一条都打勾？就是集五大平台标准于一身的好平台。他舍弃了传统的电商、直销、微商平台的弱点，把行业的优点放大，让每一个消费者都有机会把消费转化成一种投资。花本该花的钱，赚原来赚不到钱。很多人买保健品，很喜欢去外面的 Nutrition Store。很多人买护肤品，很喜欢去外面的专柜。但是跟我们这个能转化成我们的投资吗？没有，那个就是消费出去了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那个钱。但是呢，在结识这个平台上，我们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品牌消费。这些钱本来就该花了，本来就应该抹脸上抹的东西，本来就要去买的。吃着这些保健品本来就是要去消费的，但是我们可以赚原来赚不到的钱，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集五大标准于一身的好平台。杰斯平台2009年9月9号成立以来，11年的时间呢，营业额超过80个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了，各位，想想看，有多少家公司只用11年的时间？
营业额能够超过80个亿美元，因为老板的大方慷慨，发放了至少40亿以上的美元给努力分享的消费者。这40亿美元可以帮助多少人实现梦想？所以这是不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因为我们的这个奖金拨出率大于50%嘛，所以至少40亿以上的美元给努力分享的消费者，这就是事实哈，就是因为他优秀。所以在这几十年的网络行销的历史长河中呢，杰斯创下了3个革命。之所以能够这么优秀，就是因为从人类以来，有史以来，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才叫革命。那杰斯呢？好，高瞻远瞩，独占鳌头，创下了3个革命，3个方面的革命。第一个是什么？革命性的全套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刚才说到，大部分公司的产品都是哦，肝不好给你吃补肝的，肾不好吃补肾的，肺不好吃补肾补肺的，然后这样子七七八八调一下，公司一出来就是几百种、上千种产品。不要说几百种、上千种，几十种我们都受不了了，对吧？好，杰斯很简单，就一套细胞优化管理系统，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从头到脚，非常简单。好，再加上我们去年11月份刚出来的这个 Life NMN， 更是让这个全套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得到了全面的升级。就说让这个，就像蒋帕帕不是说的，那句话来讲，他就说，在这个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如果把整个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当着一个拼图，那么这个 NMN 就是这拼图的最后的这一块拼块，就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个一块，整个细胞优化，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吸收，可以释放出更多的能量，可以有更好的系统，更好的产品的效果，就是这样子。这是革命性的。西医呢，平时我们去医院看病也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只有这全套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全方位的给我们身体相当戴上了一层防护罩，特别是现在疫情严重的时间，这一套全套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更加发挥了它的独有的效益。那第二个是什么呢？革命性的消费商的全球共享理念。你看，在2009年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像杰斯这样子啊，用消费商的理念，让我们花本该花的钱赚原来赚不到的钱，换一个品牌消费，传递信息就可以赚钱，而且全球共享。很多公司就美国归美国，加拿大归加拿大，中国归中国啊，没有所有的国家都是业绩独立核算啊，也只有杰斯问世之后才有全球消费商共享的理念。这是他的第二个革命。第三个呢，就是革命性的国际顶尖科研团队亲自背书代言，这是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前无古人啊，亲自背书，而且都是最顶尖的。你看牛曼博士，你蒋帕帕博士，威廉博士，你看好马彦斌医生，都是非常非常在国际上都非常有知名度的人，亲自出来讲解产品，有几家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我的很多伙伴呢都很感谢我把这个产品分享给他，而且跟我说，他说 Grace， 他说真的很感谢你哈，给我这么好的产品。他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第一次吃保健品可以吃得如此的明白和放心。好，看到科研博士研发者亲自出来跟我们讲解这产品的功效，这产品的原理啊，所有的这些信息。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气的人。我们团队有个伙伴，他的妹妹得了晚期肺癌，去年啊，结果呢就是通过我们这全套的细胞优化管理系统调理半年不到的时间，去体检所有的指标正常，哇，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开心，他两姐妹非常的开心，然后就跟我讲，他说我一生中吃了无数品牌的保健品，他说我现在只认可杰斯。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产品自己会说话，产品有这么好的这么实在摆在大家面前，即使啊有些人暂时离开了这个平台也没多大关系。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回来，总有一天还是觉得哇，杰斯产品真的是最好的，去外面绕一圈就回来了也没关系啊，就这样子。那11年的事实证明呢，杰斯呢一直非常的优秀，所以呢经常会被模仿。
但杰斯一直很卓越，无法被超越。就因为无法被超越，所以导致最后又让很多人回到这个平台。所以我们真的不能盲目跟风哈。现在这么多平台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因为选择没有对与错，只有因和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人家，哎呀，你今天选这个平台是错了，选那个平台是错了，只有因和果。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是刚才那个说的那句话，在我们人生的有限公司里头，能够选择对的平台是智慧和福气的象征，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大家了解完这五个平台以后，五个标准以后，马上就会知道没有必要再去外面兜兜转转，浪费时间，对不对？好，专心致志的，好，在这个对的平台里头成长就对了。那倍增的力量有多可怕呢？看一下哈，我们杰斯的倍增力量，2009年哈，杰斯就从五个人开始，到今天拥有1500万以上的消费者，1500万，从五个人倍增到1500万。那么未来呢？未来10年呢？杰斯将从1500万为这个基数，会倍增到多少呢？大家一起拭目以待。所以在这个消费致富的年代，你想倍增多少就可以倍增多少，就看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格局啊、我们的行动。所以杰斯就像这个孩子一样，这个孩子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哈、啊，经过11年的茁壮成长，在这11年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摔倒呢？会摔倒，没关系，摔倒还会再爬起来，因为小孩子摔倒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将迎来下一个更加辉煌的10年，为什么？经验越来越丰富，产品越来越好，对吧？啊，所以未来的倍增的速度呢会更快，所以如果看懂了，就尽早跟我们做个决定，跟我们一起努力，走向健康、财富、时间、心灵都全部获得适当自由的人生。在传统行业里头，上班族里头，要想达到四大自由，真的是比登天还要难。所以，就以我自己，我在出国之前，我在国内是在政府机构工作。我在这个平台上，杰斯这个平台上，得到了所有的这四大自由的人生。我想想，我要是一直待在这个机关单位里头，我起码要工作4辈子才能赚到今天的财富。这就是事实摆在面前哈。所以，只要大家有梦想，愿意获得。很希望能够获得健康、财富、时间、心灵四大自由的人生，那么选对平台很重要。好，我们现在不是选对平台的，是待在对的平台，这是更加重要哈。不要被外面的一些声音所干扰哈。我记得这一次的北美的峰会啊，我们公司请了网络行销界最具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咖啊，叫 Eric。他里头说到一句话，在这个行业里头，我们心里长草呢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说会听到外面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因为有的声音会跟你说，哎呀，这个不好做了，那个又怎么样啊，这个时机又怎么样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当我们心不定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大家信不信？如果心很定，我们就听不到这些声音，那这些声音是怎么来呢？实际上是我们不定的内心自己感召而来的。他说了，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的花园经常长，如果没有经常打理的话，长杂草是很正常的，这是正常现象。好，我们的内心如果没有经常去杂理啊，去打理，去清除这些杂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长草也是很正常的。当我们心里长草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辨别的方向，就容易跟别人盲目的跟风，做一些错误的选择。所以大家好好回味一下这句话，是不是很重要？我们一起努力，不要让我们的心长杂草，让我们的心保持健康，保持信念，好，保持干净，好，保持高纬度的这个思维。我们永远一定会都会站在对的这个平台上面。那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我希望呢，我的这些以上的这几个标准哈，也是我这几年下来在这个平台一些我的一些浅见啊，
如果能够对大家有收获的话，那是我最开心不过的事情。那如果大家觉得，哎，我讲的还不够到位的地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提出宝贵的意见，因为我们都是一路上都在学习，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下一周呢，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了哈，因为今天是农历二十五了，所以我们下一周呢，我们这实战分享家这个培训呢会暂停一次啊，然后再过了这个暂停完这一次以后呢，再下一次呢，我们又将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呢呈现给大家，就是到了我们的结思我们的这个成功八步里头的第三步了。第三步就是如何邀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好，那最后还是祝福大家，好，心想事成，健健康康，好，过一个这个非常快乐、开心、快乐的牛年哈，牛年春节。尽管我们现在疫情禁足在家，但是没有关系。然后说疫情无情，人有情啊，我们依然可以在视频上跟全世界所有的朋友们，好，都可以这开心的分享交流。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所以现在地球变成了地球村。我们下一次在空中再跟大家再会。好，谢谢各位的时间，好，感恩。